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树。那咱们今天继续《梦幻模拟战二代》。之前已经打到第四关了吧？啊，对，第四章啊。好久不录了，因为前一阵大树感冒了，那个嗓子不舒服，所以呢，重启啊，《光之大神殿》。那应该是莉亚娜带领着主人公啊，到这里寻求庇护。啊，兵士配属，哎，有枪兵了，枪兵了，搞两个，啊，搞两个试试啊，哈哈。好，骑兵带满，这个来一个吧，海银来一个就够啊，看看商店卖什么。哎，有这个法袍了，这个法袍其实是个挺好的东西，因为加魔法耐性。啊，买两个吧。以后有更好的啊，人工装备一个，自动配置吧。这样，哎，还算合理啊。好，出发。那小的时候玩啊，因为都是看别人玩啊，当时没有这个卡带，所以呢，当时对剧情理解的不是太深啊。那现在看的话呢？莉亚娜一行为什么要来这个光之大神殿寻求庇护呢？一是因为莉亚娜有神官的背景，第二呢，是因为这个光之大神殿啊，代表着这个大陆的宗教，也就是说世界观啊。所以说，几乎没有人想到会有人向这个光之大神殿动手。而第三点呢，应该是这个神殿啊，也是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的。啊，大家看啊，有三个指挥官啊，而且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说有一些神官已经被干掉了，所以说主人公一行才来这里寻求庇护。好，咱们的任务啊，就是快一点啊，快一点来把这两个家伙干掉啊，因为他们两个如果把这两个神官打死的话，那咱们是拿不到这个道具奖励的，而且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隐藏道具，看攻略的话。那所以说呢，咱们需要速决啊。但是有的时候大叔脸黑啊，就是没等到呢，那已经尽最大努力了，但是还是没有赶到，然后那两个神官就被干掉了，那也没办法。哎呀，世事如剑兵啊。这里呢，就是争取啊，多拿到一些经验吧。这种兵啊，防御力很弱。你看看啊，还剩三个，那可以。哎，好，这个可以过来啊，可以打这个兵。那这个兵的经验啊，就不拿了啊，最后一个兵的经验就不拿了。哎，不上阵啊，到这儿。哇，好狠啊！啊，升级了。给主人公上个攻击啊！哎呦，上个攻击都没打死啊！这，那这不好啊！哟，这个也没得手啊，这坑货了！这个呢，算了，先把这个口子撕出来啊。好难办，这里可能要承受一回合攻击啊。为了经验啊，那也没办法。看一下啊，好，就这样。那希望那两个神官挺住吧。我到那儿，我目测啊，这个地方需要三回合。那他俩如果挺不了三回合，就废了。啊，他们是来抢石板的，石板是封印魔剑的道具。
这家伙是摩根啊，摩根应该是黑龙魔导师团的人，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接触了帝国四大军团的三个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，三回合咱们够呛能坚持下来啊。哎，摩根带的兵很缺德。哎呀，有弓箭手，哇，直接射没我一个骑兵啊。哎，果然啊，这家伙向我扔了一个火球。哦，他们在说这个弓箭手的事儿，弓箭手就要跟他近身魔道呗，没有其他办法。看看这里怎么打啊！哎，这有枪兵啊！啊，枪兵对付这弓箭手不错。剩三啊，哇，这边也掉血了。哎呀，他要亲自下来，求之不得。哎，这是我的范围吧？哎，是。哎呀，剩一，太讨厌了！人工往上冲吧，剩三，治疗一下呢。那他必须就行了吧？这里犯嘀咕，看看啊，不能冲太远，好，冲到这儿。哇，左边这位要不行了。哇，已经冲进去了。哇，骑进去，啊，还好他们的兵力展不开啊，一展开两回合就没了。哇，啊，他感觉我出范围了。啊，魔剑，他觉得我出范围了。哦，哎，打这个，哦，狠，哎，这有骑兵啊，给骑兵来一下吧。哇，好惨烈啊！哎呀，这儿好像还不能打死他。
打死他的话呢，好像本关就结束了。这个是去送死的，啊，充分一下吧。好，秒了啊，不错，你也只能这样了。这回合希望他们能挺过来啊！我再往前，我还得两回合啊！希望他们能撑过来吧。如果脸黑呢，就撑不过来了。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。啊，直接治疗一下就得了，浪费。哎，他为什么让出来了？我，不要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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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五滴血，哦，两滴血，我的天。哎呀，缺货，又给我一下。哎，好，把他打残啊。哇，都是枪兵啊，我应该撕出个口子把他们那个指挥官秒掉。好，那希望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吧。龙宫也得往前冲啊。啊，最后一回合希望他挺住。最后一回合呀，你们要挺住啊！这如果救不回来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感觉。啊，对，治疗家，哎，来个治疗啊！没长心啊！他为什么不给治疗啊？五滴血。嗯，有一个魔法，哎，干什么？哦，对，这里还有这个莉亚娜被控制啊。把莫根带到。哦，这里看看怎么打啊。哇，这个兵啊拉得太远了。MP 上升有个什么用啊？啊，反力21。啊，搞出个口子，攻25，防22，行，冲他一下。我。接着控下去啊，看能不能打掉他去。哎，五滴，好，继续啊。哇，上来了。哎呀，这家伙为什么不给加血啊？太讨厌了。
元君。啊，看看啊，职业，哎，初始职业啊，马上转职，那就是飞兵啊。我这什么情况啊，这里还要磨一下，看来啊，那没关系，哥耗得起啊，我感觉。啊，那这样是啊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好，这回他也不能出手了。哈哈，七滴血还是要治疗啊。好，回合结束。哇，这往上窜的挺快啊。哎，不错，这下帅啊！雪中送炭的时候没有你啊。啊，我去拿道具了，我去拿道具了，啊，没长心啊。应该是这儿吧，那一会儿拿之前要捶一下，不能够确定了。好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啊，把这家伙秒掉。啊，到这儿行，来得及啊，来打他一下。好，又能老实一会儿啊。哦，他是瞄准主人公的。七滴血啊，七滴血还可以啊。好，咱们试试啊，在不在这儿？来，在啊，是这个啊。那好了，干掉他就行了。哎，要不要贪一下这个经验啊？要贪一下这个经验，试试吧，试试吧。试试看看能不能拿到。然后过关结算的时候看一下啊，不能确定。哦，不好。哎呀，捣乱的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啊，杰利，杰利呢，应该是有两个最终职业的，一个是公主，还有一个是飞行的，那就让他一直飞行吧。我感觉在战略层面来讲，也是飞行部队也是挺重要的，可以完成一些突袭的任务。啊，要去别的地方寻求庇护了。哎，他也要参加战斗。
啊，神官脉能够治疗。啊，要去追魔根。十字架啊，给了个十字架，哎，那还不错啊。哦，哎，不错，这期升的好，还学会东西了。转职啊，那就这个吧，没别的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分支可能会升到公主啊，那就来这个。行啊，那好，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先给大家录到这里。